各位嘉宾下午好，感谢主办方给了我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也遇到了不少看有很多熟悉的面孔。跟前面的这个两位嘉宾比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在这个行业的时间比较短啊，见识也没有这么深，但是呢我们把我们一些粗浅的认识和大家分享一下。题目呢可能就是观大事遇良机开新局，因为这个是创新，因为评的是创新人物嘛，我不得不又讲一下创新。我看一下那个沈总讲的也是创新。首先我们讲这个创新是什么，为什么要创新。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们创新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标准就是提升效率和提升生产力，最终的这个目标，最终极的目标是生存和竞争合作。就是说我们来衡量这个东西是不是创新，它的最主要的标准是它有没有提高效率和提高生产力啊。所以呢就是说有些创新在最初的时候可能不是效率的提升和生产力的提升，但是它最终是有这个方向，我们是这么理解创新。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也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小的 PPT， 就是说说了一下材料行业的创新。这就是创新。然后呢为什么要创新呢，我觉得这样说为什么要创新，我也是在想，我们也做过一些思考，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生物的这个创新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为了生存。比如说鱼在进化出了鱼类，它到了从陆地走到从海洋走到陆地上，它要进化出来这个四肢，然后下一步呢它就可以在陆地上生活啊。这是我们觉得创新的这个为什么要创新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竞争。然后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问题，其实说的是现在我们碳中和碳达峰的一个大局。其实我个人呢并不相信这些，就是可能是地球会坏，我认为可能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会坏。地球坏不坏，人类可能也就存在了一两万年，然后呢这个人类离去，地球照样会修复成原来的样子啊。总书记提了这个四个大的硬性指标，非化石能源的这个消费占比，然后还有就是风光的增量，以及碳减排单位碳减排，还有森林的这个储蓄量，一块是达峰，一块是中和，最终能把碳来消除掉。这是中国的这个承诺。然后现在呢就是说欧盟整个来说呢，它是在很早就布局了这个相当于是做了低碳发展的一个布局。我印象中在2012年我在英国的时候，整个伦敦地区他们的发电小时数只有900个小时，它整体的这个光伏的装机量，户用光伏的装机量都达这个渗透率达到了30%以上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欧盟是在长期的布局这个低碳发展的一个路线，包括现在这个美国也重返了巴黎协定。最终来反过来看呢，我觉得就是说从因为我原来干的是这个煤炭和石油行业，这个能源行业有一个不可能之三角，就是经济、安全和高效，不可能。然后呢我们也总结出来就是说增长快速和公平是不可能。当然我们认为现在来看呢，其他的能源因为它的分布不均匀啊，比如说石油，比如说天然气，比如说煤炭，它很难把这个三角形全画圆了。我印象中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本科毕业设计是这个大庆原油和俄罗斯原油的参链，过了15年之后原油管线才贯通了，然后呢2019年中俄的天然气管线才贯通。所以在能源行业来看它确实一直存在这个，但是我们现在看新能源啊，特别是光伏，它基本上是可以把这个三角给破除掉啊。这是我们的一些思考。然后呢我刚刚还要讲，就是说碳中和这块呢，其实一个是我们是在肩负一个怎样的使命呢。大家其实清洁能源行业的人可能很少去考虑这个
我们在肩负什么样的使命。因为从2020年的石油的进口的这个依存度是72%，天然气的依存度是46%，这个依存度已经是影响到了一个国家的安全，这是能源安全的问题。第二块的问题就是说，在国际地缘政治中，其实很少有新清洁能源的人去考虑地缘政治的问题。其实，我们在2004年到2012年之间，密集的只要有油气大发现，我们都去跟那个国家去建交，去发生这个，包括我们做的中缅管线，我们在从这个瓜达尔港这些重大的这些安排，其实就是仅系于能源安全，在这些方面投了大量的资金、人员，这个包括这个所有的力量都投在这个方面。但是到了今天以后，总书记提出了这个碳达峰、碳中和这个事情，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解决方案是这个清洁能源。想一想，就是说整个能源板块里，每一代人都去做了他的贡献，做了他的使命。比如说50年代的时候，大庆的王进喜，整个石油系统、整个石油行业吧，在90年代之前，外汇基本上有50%以上是整个石油行业换回来的。那中国的第二大能，现在的最大的能源煤炭，从70年代的这个百万吨的人均死亡率是人家的几百倍，产出率只有1%。其实这些煤炭也是煤炭工人付出了巨大的这个代价才获得的这个能源安全。到了新的世纪、新的时代，我觉得我们清洁能源人终于有了机会去到舞台的中央去背这个担子，这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清洁能源人的一个使命吧。这是我的一点前期的一点想法。然后呢，下面就是说我要讲讲我们是谁，然后呢，我们想干过去干过什么，未来想干什么。大的想法呢，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因为这个3060的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也需要和行业里的人充分合作，然后呢达到共赢，我们能把这个任务完成。然后国家新能源成立的时间很短，2015年的时候才真正设立。然后呢，在这个5年的发展之后呢，天津国资委呢成为第一大股东以后呢，我们这个在2020年这个 A 股上市，借用了天津圈业厂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壳。去年的8月份，我们完成了重组。然后呢，我们的业务模式呢，现在就主要是光伏还有风电，然后现在也有一些配售电和储能。未来我们考虑到氢能和互联网的一些作物。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是一个多元股东结构，然后比较灵活和快速的决策体系，整体是一种金融背景和产业背景结合的一个人才体系，平均年龄大概在33岁，然后整个来说硕士占比也在40%以上，本科和硕士以上的应该在95-96%吧，然后整个团队也比较精干。从2019年天津国资接过我们这个大股东以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装机容量的增长在93和144，然后我们预计2021年的增长呢也会超过100%左右吧，达到100%左右，然后我们的增长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也对比了很多这个行业的分析，就是认为清洁能源行业未来会有几个阶段。这个也是参考的这个中金的一个预测，我们认为中金的这个预测相对来说是比较和我们的自己预测比较那个匹配的。第一步呢，就是说新能源的评价时代是在28年左右它会到来，然后呢煤炭和石油的消费量会达到一个巅峰。到2028年到2040年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认为会是一个存量替代的阶段。
然后呢，储能也进入平价时代。第三步，2040年到2060年会做一个这个碳的消纳，碳的捕捉，然后呢，氢能会逐步的迈向平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清洁能源行业呢，可能这个除了光伏和以外呢，可能储能和氢能，储能是第二阶段的未来，氢能是第三阶段的未来。这是我们的一些考虑，但是这个也是中金的一个判断。我们主要的业务线呢，未来是三条曲线，这个新能源、新技术和数字化。刚刚那个主持人也介绍了，新能源这一块呢，我们其实创新的部分呢，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些模式上的创新，特别是合作模式上的创新。比如说曾经这个领跑者项目，这个我们这个作为小股东，大股东把管理权委托的这种模式的创新，还有我们跟中小开发商做这个控股和参股的这个创新，包括我们在有一些项目上不转让控股权，我们做的信托模式和金融机构联合做的信托模式，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持有的资产能够快速的增长。然后我们下一部分就是电站这块，主要是我们的资产端，就是创造现金流这一段。新技术这一端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储备啊，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碳基新材料的一个项目，可能未来我们会切入这个新材料的这个阶段。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在氢能领域啊，也在做一些小型的示范型的实验。因为氢能说句实在话，我们认为它的周期会比较长，我们会长期的去布局氢能，然后这个等到它这个爆发的一天。数字化的运维，其实这一块呢，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包括这个澳大利亚，他们走的都很早了，就是因为，电力市场化这个东西，其实在行业里面，国内确实理解的比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深吧，因为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走出去的双循环的一个大的比较大的限制，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布局一些电力交易和智能运维的模式，就是包括用一些气象数据测算，对，相应地区的电量发电量的情况做一些预测，未来呢，其实对于现货和期货交易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相对来说，我们在山西的一个电站的这个交易的总的价电价，能够和旁边的电价比旁边的电价差别差个10%几，这个非常惊人啊！所以未来电力交易也是一个我们看中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区域。其实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现在在这个期货交易中，我们也这个，因为我们做金融，可能大家对金融会比较敏感，就是整个在期货交易中盈利的人可能只有2%左右啊，只有最当然那亏的那个只是说他少赚，不应说他亏啊，我说的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问题上，可能数字化的结合和交易的结合可能更重要，我们会下一步去布局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产业线啊，我们会包括在这个除了这个风电和光伏的开发运维以上呢，我们会结合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实力，自身的一些业务特点，做一些风机润滑油啊，还有这个碳基材料。当然碳基材料下一步就可以做到碳纳米管，我们也可以去考虑去参与一些碳纳米管，是这个高导电信可以做这个储能的这个原材料。当然资产的运行和技术的运行，我们两条线都会去走，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认为就是说，认为最核心的因素其实是创新的保障上。我自己认为创新的保障上有两条保障。第一个呢，就是说体制和机制，其实在座的这个大多数人可能不一定对这个问题可能考虑的没这么深。其实中国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认为它没有一个公司是我们标志化的体制和机制的公司。其实我们看看美股的前五十大市值的公司，它的第一大股东没有超过10%的，很少啊。他们的董事会是由股东选出来的专业的职业董事，在这个行业里或者在管理领域有非常强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公司，这些人来当董事，然后他们选出董事长以后拍给这个经营任务，拍到管理团队，就是专业的人管专业的人啊，他不一定说是我出了钱我就一定要当董事。所以大家看看，从治理结构上无论是怎么去对标的话，中国企业其实没有一个企业走到这一步啊，走到这一步。要不然就是大民营企业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一个家族说了算，或者是我几个人说了算，要不然就国有企业国资委的领导说了算，有可能搞了几天煤炭的人过来管电力，这还好一点，你别搞了几天煤炭的人过去再管金融。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下一步还是在体制机制上，我们觉得还是要向科学的和更加科学的这个机构来创新。确实也是除了这种欧美国家的这种公司的体制机制，很少有比较科学的，比如说印度啊，比如说后发的这些国家相对来说都会比较差一点。所以我们觉得体制机制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下一步我们认为它是创新第一保障。第二保障呢，其实这可能又讲一下企业家精神啊，算了这个是。然后呢我就接着讲吧。第二个保障是人才啊，其实我们可能没准备好，就是我们讲了讲我们国外新能源的这个对于人才的这个保障呢，其实一方面大家有的我肯定都有，第二块呢我们内部呢其实也有一些机制分享，包括我们现在虽然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我们也把超额利润的分享啊，跟投机制，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破格提拔和破格提升的一些机制也建立好了。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未来还是比较有希望，也希望和今天来这个场合呢，希望第一个是和大家没有建立合作的建立合作，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有志之士愿意加盟我们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好，就这些，谢谢大家。